请问一下，今天上了什么？今天上的，这是你的。快点。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把积木拼完。还有嘞。然后呢？还有自由创作而已。自由创作。啊，用什么创作？画画吗？他还没有完成，然后我已经完成了，我已经可以做自由创作了。他不行。可是你还是不能。我有问题，用什么东西来创作？用那个乐高。哦，乐高。自己创作。积木。不用动物，什么物品都可以，比如像是小布的弓箭。所以今天没有专业课程啊，没有教你们兽医的专业知识。没有，今天就是这。没有，今天有教。嗯，讲两个来听听看啊。猫呢其实喜欢流动的水流，不喜欢停止的。对，真的啊，停止了它会怎样？停止它会害怕。对，因为呢，它会觉得不干净。不是，因为猫觉得流动的水流是最干净的，最好喝的。它觉得猫觉得流动的水流是最好喝的啊，停止的水流不好喝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流动的水流。啊，狗狗哎，狗狗没差。狗狗就随便喝水。狗狗比较，猫咪比较爱干净。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等一下哦。那这次的小小兽医营，等一下，你的感想怎样？来，还有一句话哦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猫咪呢，如果你这样抱着猫咪，它会觉得不舒服。但是如果猫咪不想你抱，就不要抱。如果猫咪自己靠在你身上，就代表它喜欢你。好哦，那一句话来讲一下你们这一次小小兽医你的感想。我拿到了好多大盾卡。哎、啊，有没有很值得？有很值得。有没有学到很多？有很多。这样子以后你们都要听我的啊！托比这样子是什么了？托比这样是什么了？米娅，来一句话感想。等一下听，我跟你们讲。等一下，先换米娅。你觉得这五天的小小兽医营？玩大灯卡，跟什么？你学到什么？医学快拍。对，很好玩。医学快拍啊！对，我跟你讲，芭比，我们医学快拍，我先讲，芭比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绝对不能看托比老了就把它丢到废弃场哦。好，我保护。因为刚才学校播一首歌，就是说狗狗都在哭，因为被废弃了，然后呢还说什么我可以再一次幸福，那你再一次幸福，谁可以把我的悲伤带走全部？然后大家都在哭啊。不是，是所有狗狗全都在发抖，都很寂寞、害怕跟哭。可是第一次的时候，不是有小朋友陪他玩？对，可是那只是他的理想。好，那下次还要不要再参加小小兽医营？想。耶！等等。对，而且我们还想要拿到大墩王。好。对。他们大墩应该有他们大墩应该有其他的课程啊，也可以再有建筑班，还有篮球班。好哦，那跟大家说什么？大家就不要吵了。好，拜拜。